Hello， 各位老司机，伊利小司机，今天开什么车？今天啊，我们一起开四号花仙子。可今年啊，我跟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新能源代步小车，今天啊，我又发现了一台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台四号花仙子。那它其实呢是江淮汽车和德国大众一起合作的一款新能源汽车。今天啊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台小车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致体验呢？在外观方面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车头部分。它其实车头部分呢，相比于同级别的新能源小车啊，它这个前悬做的还是比较偏长的，整体的造型呢偏向于精致。比如说啊，它采用的是一个封闭式的装网格栅，去增添它的新能源气息。另外啊，它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黑色饰条，将它左右两侧的熏黑的前大灯相连。另外，在大灯内部采用的是正方形的结构，去增添它的精致感。下方啊，还有蜂窝状的进气口，这让它的运动气息有一定的加成。它车身轴距呢是2390，那其实在它的车侧能看见这一台车啊是贴了 Hello Kitty 的车贴。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个性定制自己的小车，看上去非常可爱。在车贴下方是一个双腰线的处理。那其实这么小车，它还是采用了非常多精致的处理的，比如说采用那个悬浮式的车顶，它有四叶草的轮毂，去增添它的精致造型感。车尾部分呢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它的车灯，车灯呢采用的是一个正方形的结构，其实跟它前车灯内部结构的正方形造型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呼应，看上去整体协调性也非常不错。坐进车厢内啊，我觉得跟很多小车相比，它在智能化方面做的还是真的不错。那它采用的呢是一块比较小的液晶仪表盘，这个小的液晶仪表盘呢刚好在它这个四幅多功能方向盘的上幅，在视觉效果上面信息显示的也比较全面。在它的中控区域呢，采用的是一个12.8英寸的中控大屏，内置的是飞鱼3.0的车机系统。左边是它的一些菜单啊，还有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按键，在右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分区了。另外它的这个 AI 形象我觉得还挺漂亮的，因为它的名字叫志玲哈，我觉得可能很多男生对志玲这个名字还是有点无法抗拒的。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它的这个 AI 语音啊。你好志玲。来啦。我想吃川菜。找到多个结果，选择第几个。你看其实它的这个响应还算是比较敏捷，而且准确度也比较高。在它的储物方面啊，我们来看到它的中控区域，手机的一个放置的凹槽，两个杯架，下方呢是有做一个掏空，以及它的对外放电，还有 USB 的 Type-C 的接口。再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面板，在它的杯架后方，怀挡的设计呢也让它的中控区域解放出了更多的空间。在它副驾前方呢是有一个凹槽，是进行一个手套箱的作用。另外它的这个座椅啊，采用的是个柠檬黄的缝线，整体都是这种灰色拼接黄色，非常有科技感的一个配色。在它的坐垫上面呢还有一个小花的造型，看上去整体非常的适合女性来驾驶。它的续航里程啊是306公里，充一次电只需要几块钱，用车成本每公里低至6分，怎么样？买到它是不是给自己添了一个省钱小车呢？这样的省钱小车谁不爱呢？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我是伊利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